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叔叔主题小课堂。之前学习的全部都是全按做 so 指法，最低音只能到低音的 so。那如果曲子里面出现了低音咪、低音 re 怎么办？所以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全按做 re 的指法，也叫统音做 re 指法。顾名思义。 全按做 ren，就是我们手指把指孔全部按住之后，这个音叫 ren。我们先看一下指法表，指孔全部盖住就是低音的 ren，打开第一孔低音的 mi，打开第一孔和第二孔半孔是低音的 fa，打开一二三孔是低音的 so，打开一二三四孔低音 la，打开一二三四五孔。 是低音 C，打开一二三六孔是中音的 Do，打开第六孔是中音的 Re，打开第一孔是中音的咪，打开第一、第二半孔是中音的发，打开一二三孔中音 So，打开一二三四孔中音 l 打开一二三四五孔中音的 C。 打开第一孔和第六孔是高音 Do，打开第六孔是高音 Re，打开第一孔和第四孔是高音的 Mi，打开一三四和第五的半孔是超吹的高音 Fa，打开一二三和第五孔是超吹的高音 So。 有一个指法需要我们注意一下：中音的哆和高音的哆可以用开一二三四五和第六孔的半孔替代。很多人练习全按做 red 指法，很容易和全按做 so 指法混淆。没关系，一开始大家都这样，多花时间练习就可以反应得过来。那有时候脑子就是反应不过来，怎么办？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练习全做 red 的小经验，千万不要对照着指法表吹一个去看一下指法表，吹一个看一下指法表，这种效率是很慢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用推算法去记忆，首先记住三个音，一定要死记记住，全部盖住是 red，对吧？把它记住，把右手全打开，这、就是 s o 记住，把这个叉口的哆记住，这三个音记住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推算。比方说看到了咪，哎，我们来咪，我们找到这个记住了来，re, 那么咪来咪哦，这就是咪。如果看到发，去推算来咪发，re, mi, fa, 这就是发。如果看到的是拉，我们用搜、so、去推，哎，拉搜拉啊，搜。 嗦拉，so, La, 这就是拉。C 呢？嗦、so, 拉 C，哦、oh,，这就是 C。那已经有六个音了，再还有一个什么？叉口的 Do。只要把我们左右手全部盖住，Re 这个音和右和左手盖住的 so 这个音，再加上叉口的 Do，记住这三个音，我们就能很快的去推出另外的音，这样的效率就会更高一些。大家可以借鉴一下。 课后可以先找一些简单的儿歌歌曲，先去用全音做 re 练练手。如果想熟练掌握的话，始终逃不过需要多练的命运。好了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